纪女歌手 IU 四月成为了宣传专辑，参演网络平台 ODG 所制作的节目。当初制作方就找来一位国小六年级的女孩敏书进行采访。该名女童其实是 IU 的粉丝，却被要求假装不认识对方。当时两人可爱的互动就曾掀起一阵讨论。事实上，金敏书除了是 ODG 御用的童星群演外，更是一名戏剧演员。他近来就正在改拍韩剧《海岸村恰恰恰》。为了替他加油打气，偶像 IU 日前就惊喜送出一辆咖啡应援车到片场，令敏书又惊又喜，甚至感动落泪。他激动地发文直呼：“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并表示这辈子都忘不了 IU 前辈给予的幸福。不仅贴出多张认证照，更在现实动态发了行大礼的影片。尾声更向 IU 表白，认证照曝光后马上引起外界关注， IU 歌迷纷纷留言好羡慕，并夸赞他是史上最成功的追星族。